去看看他怎么样控制他一下，你去看他那手怎么控制的。去宝贝儿，看的我真看不明白。能看明白的，那你总比不看强啊。你也帮脑子讲吧。哦。好吗？你把这摄像机放在头顶上，然后你把那个弄下来。那你那么录不也行吗？正好你可以锻炼锻炼镜头。这飞机真好，扛摔呀！你哪个你都说好。这摔完了之后还能起飞呀？可以开到跟前看一看哪块坏了没有，多好！没事，各个角度都挺好，接着飞。不错哈。不错，挺好，很完美。